他是步音楼的生父步玉如。对不起，王后娘娘，小人无意冲撞，还望娘娘海涵。娘娘饶命啊！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回信吗？到这份上了，你还想着算计我和银楼？我算计你？到现在了，你都不信我？终于可以抱着我了。